那，楚然学长想要成为的是怎样的人呢？秦子家，即便是我这个背负宿命的转校生，也有着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呢。那，如果忘记苏教练的手抄布的轻易，雄心只能慢慢的消亡了吧？为了探寻篮球的究极奥义，让我看看楚然学长的觉悟吧。抱歉了呢，青子酱，我一直相信，只要韩墨桑他们在，明天，还有明天的明天，就一定会到来呀。可是，学长当年真的不可以留在青梦大学进阶修行吗？对不起了，我是要成为篮球场上最强者的男人呢。